学的，这还不爱学。大哥，要不这样，我拜你为师呗，你不就能教我了吗？请受徒儿一拜，好不好？先起来啊！我不是不教你啊，只是说呢，你刚结婚，你还有的选择，你不像我，没得选喽。那我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办？我现在给你两条路啊，要么你进到这个门里。以后委曲求全，工资月月上交，要么以后就跟着我在这楼道里边浪迹天涯。你喊啥呀？啊，我师傅就这么教的我呀。那行，那我就好好考虑考虑。那你考虑吧。我考虑好了。那你考虑挺快呀。那还行吧。快吗？快呀。哦，哎，不管怎么样，师傅，我决定跟你在这楼道里浪迹天涯。哎呀，我师父这么教我的，有。